空，誓不成佛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恶鬼，恶鬼缠身，身不由己啊。恭喜幻天真人任我大唐国师。那就请真人演练大法，让朕开开眼。遵旨。有动火了。柱上的金龙火化，然后穿顶飞来。金龙一位大旗之兆，你将成为新的九五之尊。说的真好啊！这幕后主使和天后有关。寡人宣布接管大理寺。天王已毁，此案难破。天下之难，凭将来了。可是这回，偏偏就是我解不开的。